天价球鞋不必冲，平价球鞋才是王道。盘点五双高性价比实战篮球鞋，安踏 KT3 的鞋面采用了 Web 呼吸网面搭配透气窗的设计，支撑性和透气性都还不错。中底高密度弹性 EVA 采用 Phylon 中底发泡成型，有效提高缓震效果，并在后掌安置有缓震填充片。安踏 KT2 外观延续 KT1 修长流畅的风格，实战真的是妥妥的，性价比是相当出色的。这双黑金配色也是骚的一批， Air Jordan 6 Rings 采用了中底 Phylon 加前后分掌 Zoom Air 气垫单元，缓震性能出色，是一双既可以上场实战又是非具有纪念意义的鞋款。李宁韦德之道6，韦德之道可以说是国货之光，是 NBA 巨星韦德的签名球鞋，也是品牌最具代表性的运动鞋系列，算是实战篮球鞋系列中最具性价比的一款了。